个帽子真的很奇怪，救命！我换了一个帽子，救命！它真的很奇怪，这样子也很奇怪。让我看看，今天的一是小妮妮，二呢是吃火锅，三是存纯牛奶。对呀，这个帽子，这个帽子太奇怪了，怎么会这样？救命！我把你的啧啧啧看成啵啵啵了，我还挺开心的。怎么？我也不知道。还是海底捞。这个帽子真的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它怎么会这么坚定？好久，海南也。哦，我记得你这个 IP 真的好久不见。我一点都不像圣诞老人，我像小精灵。我是那种戴着帽子，大家要是打扮成圣诞树，可以。我不知道，反正明天我是圣诞老人。对，我的胡子呢？我圣诞老人的胡子呢？我明天要这样子来见你们哟。不行，大太监，救命！把嘴巴露露。我明天会这么见你们，齐了。何莹。明天合影的时候，我就这么跟大家合影。谢谢海南野明君的荧光棒。我看看你们的弹幕。齐老师，好久，鼻炎，然后现在还没好。大群粉丝。是谁？是谁？谁说？我这个胡子，你们知道吗？这一身衣服的精髓就在于这个胡子，你们知不知道？好烦人呐！我觉得这个胡子很漂亮。今晚准备送啥礼物呀？我买了好多小头饰。我买了好多好多的小头饰，准备明天发。真的吗？你也喜欢这个造，对吧？是不是特别好看？对吧？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堪，就什么洗板擦，对吧？没有，对吧？很好看，明明很好看的一个那个什么，擦玻璃。那这应该是这么擦。擦玻璃，擦擦擦玻璃。谢谢逛街路人的一个荧光棒，对吧？所以说明天有人来吗？真的吗？那我，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块胡子。对，它是精髓，这个胡子是精髓。谢谢贾玩的圣诞帽，然后还有金乐的圣诞帽和麋鹿胸针，对吧？很可爱。那我就一直带着它吧。就是我们要还原圣诞老人的样子，不能那个什么。就是说不能。不能。
不能破坏了圣诞老人的样子，对，这个才是圣诞老人最初的样子，对吧？我觉得我好像程咬金。你们看过程咬金的一个皮肤吗？爱和正义，爱与正义和爱与和平，那个嘴巴，就是这个样子。Merry Christmas！哈哈哈，跟我现在声音也很符合。老公公，我喜欢什么颜色的马对，红色和黄色，还有橙色。我能转烟筒吗？我不能转烟筒。话说你们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呀？说实话，今年的圣诞节我基本上没有出过这个屋子的门，因为在生病，就很难过。不过好在这里有个圣诞树，就怎么说呢，在家过圣诞，然后看着圣诞树也跟过节了一样。你在家正窗帘儿，你也有圣诞树。Merry Christmas！ 谢谢赢了指尖的平安果。对，其实像往年的话，至少会出去走一圈儿，因为虽然圣诞节是一个洋节吧，但是在外面的气氛其实是跟平常生活中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就至少会在外面走一圈，但是今年我真的走不动。说实话，我现在这个意识是清醒的，但是一会儿吃完药之后我可能又困了。什么时候严明君是你想要就能要得到的？你除非就是研究生读完了，然后就是让你爸爸妈妈觉得你是一个大孝子，然后就是有情有义，然后事业百万，然后就跟那个小时候考了100分那种不容易，才能那个什么，才能让我圣诞老人送给你面具，对，没有了，就是像小时候你们想管爸爸妈妈要什么东西的话，那不是得考试考100分吗？100分可难考了，对，他有点扎鼻子，所以说那个什么，今年被漂亮妹妹哥。漂亮妹妹，你割不割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漂亮妹妹，圣诞帽，我买了好多圣诞帽呢。我好像还有一个圣诞帽，买了好多，准备明天送。圣诞还在搬砖，那现在是下班了吗？说实话，我好想出去逛逛。今天我2点半醒的，2点半醒。等一下。Merry Christmas， 爽哥，叮叮圈儿，叮叮圈儿，圣诞老人送祝福，嘿，谢谢你的圣诞树，我咕咕记住啦，嘿，今天不见，好久不见，你最近过咋样啦？哎，祝福你今天有一个快乐的圣诞，嘿，我圣诞老人祝福你，圣诞老人的胡子歪了，圣诞老人祝福你。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哦，这个是好像不怎么常见过的姐妹，
淡墨素法我认识字，哎呦哎呦，耳朵没有，我先谢谢小素法，这个字是法吗？你怎么突然给我送戴安娜这么贵重的礼物？嗯，让我觉得你不简单。对，见的面不怎么多，然后一下子就送这么多贵重的礼物，但是谢谢你。我试试哈。我不知道你送了礼物就走了吗？怎么就不发弹幕了？小素法，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他竟然是可爱的戴安娜，可爱，来送他抱抱，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了，来抱抱。我现在是拥有胡子的人，所以说我还可以亲亲，么，小素法，谢谢你哟，么么啾，谢谢。真的，我今天戴了胡子，又不戴胡子不戴胡子有点不戴胡子就有点油腻了。谢谢淡墨素法的戴安娜。这不是常规操作吗？是什么？那我不管，我就叫他发，因为发，祝你明天就发啊！我认识了钱。贾文不止数学好，语文也好，冰咋样了？当然了，我要是现在还不好的话，明天我可能就参加不了武术。我可能明天就参加不了武术会了。对呀，真的好久不见。那爽哥，现在你们是回到家了吗？谢谢贾文的平衡果。为啥那个素签对不对？太顶了，你送的戴安娜太顶了，我有点受不了。那不错。你晚上还有别的长夜生活吗？谢谢超市的糯米团子的圣诞帽。我想吃火锅，我真的好想吃火锅，就当圣诞麦辣麦是圣诞礼物，就是，这是我嗓子变粗了以来第一次就是被触发单，那就是特效，谢谢盐醋鱼的巧克力，还有。背头反图专业户的麋鹿星君，没有回家给他们寄了周边。哇，天哪，看来圣诞节过得挺劳碌的呀。我本来以为就是我朋友圈我的同学哈，就现在我的同学分两类，一类是还在灯红酒绿的同学，一类已经是安家立业的同学。然后我的朋友圈就基本上分成了两种样子，一种样子是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出去玩，然后自己孩子穿的跟我一样他们把他们两三岁的小孩打扮的跟我现在一样出去玩。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像抖音里头的女菩萨那样子，就，哦天哪，我的同学们，然后我
我是这种在宿舍里头待着。对，所以说我看到就现在接触到外面世界就那个什么，女菩萨这个梗。哦，暴露。可是我知道女菩萨这个梗你也知道呗。去撑了回那个破地方，哎呦，哎，话说椰子鸡它算不算是那个火锅呀？椰子鸡应该还好吧，你不知道，就是漂亮小姐姐，跟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可是椰子鸡不是养生的吗？我是童话菩萨。椰子鸡不算火锅，女菩萨是什么梗？没有了，就像每一次就像北辰小公主一样，对，就是愿意让大家快乐，所以说答应我在我生日公演的时候穿成白雪公主的样子。就是我头发太短了，然后假发戴上也不那么合适，然后就没有穿。可是辣妹也是上，可是椰子鸡不是特别清淡吗？这个白胡子还是蛮行，对吧？我真的，我为什么等这套圣诞衣服等了这么久，就是因为这个胡子。我就是因为这个胡子，我才等这个衣服。这个白胡子比我白，他也比你白。我们是黄种人，我以黄为骄傲。对，我以黄为小黄猫，来个动物。经过还有一个星期跨年，2022年有什么小目标吗？把债还完。你也很黄。黄什么？小黄，我是大黄人。椰子鸡太，你刚才那么久没有出现，不会就是去搜椰子鸡了吧？椰子鸡它不补，它就是椰子汤，它没什么补的，它就是汤和鸡，还有猪，好吃，就它还好，不。你一直说椰子鸡补，你不可以，啊？真的吗？哦，我现在看到了，我离你们近一点就能看到鸡补呀。椰子喝，椰子它熬不了，它熬不了火锅。好难过啊，这是我最近最难过的事情之一。尊贵的会员之间显得你是那么的不显眼，那我怎么看到你了？谁说的，我火锅基本上也都点素的，鸡汤属于是大补。圣诞老人不开心，圣诞老人想吃个火锅都吃不了。哎，那如果我去了海底捞点了清汤锅，那算不算上火？或者是点菌菇锅？我不吃辣。试一下子椰子榴莲煲鸡，这是什么？
也听起来很一言难尽，很一言难尽的去的。圣诞老人的驯鹿在哪里？等一下哈，圣诞老人的驯鹿。你叫我的时候，我太愁了。刚才我说到松鼠尾巴，我给你们看，我买了松鼠尾巴，还有松鼠耳朵，然后尾巴我还没有敢拿上楼。我的耳朵，我给你看看，这两个小破坏精，哎呦，这两个小破坏精给我耳朵咬成啥样了？两个耳朵只剩这么点儿东西，只剩这么点儿了。我太难过了。就是那种特别大的耳朵，都特别大在这儿，然后另外一个已经被啃没有影子了，然后就是那两个东西，就那两个东西给我咬了。对，这衣服是买的吗？那当然了，我所有衣服都是买的，这个也是买的，这个裤子是我的睡裤，也是买的。我全身上下除了我精致的面容不是买的，你扫一句。叮叮当，叮叮当，没必要这样。我们都是好兄弟，共饮周周间。哎，你这样我害怕，咱们别了。不可以，憋死了半天不说话，为了真的呀，真的。你来了，刚看完公演，刚看完特殊公演呢。我看了那个什么，我被疯狂，就我喜欢搜我自己嘛，就众所周知，我喜欢在微博上搜菌菇，然后看了就是，我会不会说了不好呀？但是，就是绵羊和袁一琪他们跳得很棒，对，就其实说实话，一直想和林一琪一起合作跳 popping， 但是一直也都没有机会，你刚也看完上一场幻境。有没有收到你的圣诞祝福？你有带菌菇两个字吗？我回去再好好搜。上一场幻境，唉，上一场幻境，我好难过呀。对，你会考虑穿这个去遛狗吗？我不会考虑，打没，穿这身太冷了，穿这身太冷了，没有了，就是火柴梗这个我实在是太顶了，就顶到你无法呼吸，跳完之后就只想干预。就明天握手，我想喝啥呢？我想喝椰子鸡汤。就是椰子鸡汤里头再有那个腐竹，然后毛肚，然后牛肉卷儿，然后虾滑，然后醋丝，知道了吗？
你干嘛问这个问题？没有，我刚才的表情好丑啊，重生计，就那样。重生计划和幻境我都很喜欢，所以说就都还好。点个海底捞外卖。我明天准备了很多这个东西哦，你看我送不送给你？你坏蛋，出来就，哎呦，别闹！我真的，我原来一点都不馋火锅了，但是真的这一次太馋了。屏幕粉丝没有礼物，那屏幕粉丝获得。不行，就没有胡子亲太那啥了。屏幕粉丝获得亲亲，有了胡子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做一些油腻的事情了。你有能耐挂我脑壳上，反正我够不着。哎，能快递到家。有生之年看到菌菇跳。Somewhere，我跳过 Somewhere，我跳过。但是说实话，现在不是疫情吗？听说哪里也都管得挺严的，对。一进来就是亲亲，你还要吗？喂，嘴巴歪了。居酒屋。我太油腻了，我怎么会这么油腻？算了算了，哎呦，替海南言明君小默默，啊，真的，谢谢，哦，谢谢。来，我话不多说了，来，海南言明君，来来来，来吧，来吧，这么亲亲，不行，等我一下，让我调整好。来，亲亲亲亲，谢谢谢谢小默默的圣诞树，你的圣诞树我收到了，谢谢你。没有，不油腻不油腻了，不油。真的好像彩明，有人说我像彩明，不是鳌拜，不好意思啊，三十，我记住你了，你叫三十，我刚才看成，我真的好像彩明，你还笑，哪有像鳌拜？鳌拜应该是就在这儿。胡子在这儿，然后得拿一把大刀。我没有刀，这可怎么办呢？我拿这个吧，然后有这个样子。我呀呀呀！鳌拜是清朝人。我呀呀呀！我一代武将。我。历史学的，鳌拜是武将，对吗？就是，帅亲呢，好多大兵大军人。好了，不行了，我全都要。我不行，不模仿了，不模，不要截图，救命！你们要是截图的话，那我今天8点半发的那个辛辛苦苦 P 了好久的微博就白发了，然后你们就会发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就会发现我在我自己的微博里漂漂亮亮，快学！你想看我学鳌拜呀？
家全都要嘛，全都要，都要。学得像吧？哼，看不出来的人。救命！跟你们说明天鳌拜还要穿这身皮肤去跟你们握手会呢，你们懂着吧。嗯，模仿的太好了，要不不要吗？大可不必。没有啦，没有。哎呀，我想抱个小动物，他们俩在那睡得可香了。就像今天的抖音，今天的抖音多正直啊。我觉得我是全网教铃铛变装的人里头最正直的一个人，就是最圣诞老人的人，对。不好看吗？我真是，我还有个外套，来合影啊，来呀，你来合影，你来来来。嗯，哦，生气包来了吗？没，小灯掉了，你也好像对吧？对吧？这个业绩怎么不好了？这个业绩啊，纯种圣诞老人，比，反正，我觉得我胡子一戴吧，就是。不说几分相像吧，但是圣诞气息那肯定是有了的，就不跟别人比，但是跟我们自己家人比，其实我应该是最像圣诞老人的圣诞老人了吧。都这样子了，你还不来跟圣诞老人合个影，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袜子里就不会再有礼物了，因为你不来跟圣诞老人合影。对。好好休息，多喝水，并不好。嗯，对，我现在好多了，再让我喝口水。谢谢小铁铁的圣诞树。我是不是圣诞老人就不知道，但是你是我的圣诞甜妹，谢谢你，撒拉嘿，叔叔我收到了。我突然发现这个咳嗽好可爱呀、啊，这个胡子，它好可爱。圣诞树老公居然，不喝水，我一桶水又喝完了，一会儿再去接点热水喝。圣诞老公公今晚可以来你家烟斗，姜饼人太齁了，对，你要准备的话，准备点那个水饺，芹菜肉的水饺。或者是就是椰子鸡，对，我今晚我就去你家，就要不然水饺，要不然椰子鸡，或者是海底捞也行，对，我现在就去你家。能拥有一张全身皮肤的照片吗？那明天拍，因为现在我穿的是睡裤。对，就有一点上下分解。嗯，可以，你来吧，都有。海底捞也没有。海底捞不好吃，那你再也别吃海底捞了，真的是。30元优惠券，
那行，明天我拍完全身照。嗯，对，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有没有爸爸帮你们那天圣诞老人的？真的呀。嗯，铁铁明天不能在吗？你有学生？哼，我也有。对，嗯，我学生证还能用。爽哥，我今天出现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怎么就比你大的选？我大四了。嗯，对，我大四了。嗯，我也不算学妹了。对，嗯，说不定我明年会回去，我被叫回去上学。就是前几天我们老师刚给我们发通知，然后说北武学校可能明年看看疫情情况。嗯，晚安圣诞老公公。真的有椰子鸡呀、啊、你可以。哼，我你厉害。研究生厉害，大三，快叫学姐。对，我可是大四的学生，那个研一的我比不上，但你们这些大三初一的，来叫姐姐。你才不懂，爽哥，嗯，姐姐，嗯，乔二，其实说实话。当学生挺好的，真的当学生挺好的。你从学校毕业了之后，就会发现去各种各样的旅游景区，他不会再给你学生票，去海底捞也不再会打折。嗯，对。所以说，就是各位上学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现在能多出去玩就多。没有，就是如果想去什么旅游景点的话。要好好利用好学生证，嗯，坐火车也会有学生价的。我现在就很珍惜我拖了两年的这个大四的毕业学生证。对。啊，这不是全国统一的吗？没有吗？要不考个研？我努力兄弟，你身边的朋友跟你对呀不呀爽哥我要说爽哥的事迹在就是反正就是我知道的爽哥的好朋友里头有一个2008年的孩子，就不错，忘年交。嗯，比如参加严明军演唱会里边讲，好烦的，你好烦的研究生，真的是，我虽然没说过，但其实你在我心中很高大，因为是研究生，就也不是这么说好奇怪啊，就很厉害，但是你也不能这么酸呐、啊，喂。对呀，记忆犹新。完了，我把书给拆了。这个什么时候到我手上呢？我不好意思，圣诞树。我一会儿给你按上，等我一下。明年就当高大研，研究生真的好。其实在曾经没有入团的时候，也不是入团入了两年的时候，有想过考研究生，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学的还是现代舞嘛，有现代舞很厉害的一个城市，它在法国，有那个时候其实有想过就是要不要到那边去进修，因为就是我有个叔叔在那边，就在想要不要，然后阿波茨德哥夫呢？我这个外语水平，对，就放弃了。读博吧，双哥，太绝了！你们当其实大学生就已经很好了，对，就，哎，鳌拜好羡慕你们，你在崇拜他们研究生的样子，就像我崇。爹爹，我不是说崇拜研究，不也不也不是说不崇拜研究生，就是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对，就是一个人能钻研一件事情，钻研到一种高度，是一件很值得令人敬佩的事情。但是谢谢铁铁，我会再好好钻研的。蛮吓人的，蛮吓人的。明天有什么想喝的？单调调不生气了吗？还是单调调还在生气气，但是个傲娇。哦，哦。不气气嘛，你不要气气嘛，姑姑说，没有了，没有，感觉，哎呦，你不要打我，那我想喝椰子鸡汤，或者是就是菌菇汤，或者是番茄汤，然后加牛柳丁。丁下一瓶矿泉水，哎呦，哎呦，真的呀！我好想知道你们的浪漫圣诞节是怎么过的，海底捞凑齐了，给你一个保温，我有保温杯，在那边，去过圣诞节，太爽了，我不行，觉得。哎呀，我就知道嘛，我就不是因为知道，所以那个什么嘛，所以到现在我都忍着没吃嘛。把鸡吃了汤，椰子鸡汤重点不在鸡，重点在汤，对，就是那个椰子水的甘甜，再加上鸡汤的那种醇厚。然后再泡，我受不了了，我知道我不喝，净化浓在哪里？圣诞节和爽哥一起拍了，这么记忆犹新，连那4个小时的队我都依稀的记在心里，那就把汤喝了再进去。我们换个话题，我这点我真的好难过。我喝不了椰子，我吃不了火锅。我本来想着就曲线救国嘛，椰子鸡它其实也能当，我手机没电了，也能当那个什么吃嘛，但是。它很补吗？我一直以为它清汤寡水的，不用依稀云结合的合影队列。什么呀？好甜哦！我好好喝水。你今天买了新皮肤吗？
这一生嘛，这一生才到，这是我明天的新皮肤。谢谢仔仔的圣诞树。Merry Christmas！ 哈哈哈！订购券儿，订购券儿，谢谢你的书。哎，你今天来到了这儿，受我的祝福。爸，谢谢你，谢谢你，你的圣诞树，这棵圣诞树到了这儿，姑姑，谢谢你，哈哈。大吃了，大河大吃了一惊，对吧？真的很圣诞老公公，今天去快乐，我知道了，哼。你想喝番茄汤对吧？番茄，我想喝的是番茄汤吗？我想喝的是番茄汤里头酸鲜毛肚。好了，第一次看他直播，请问他是吃啥？您看看我，我这么小的嘴，巴掌我都拳头。手指头我能坐进去，拳头我都吃不下，我还吃小孩儿。你说我这么小的嘴，我怎么吃小孩儿？又这个皮肤已经把嘴巴弄成这么小了，你还认为我能吃得了小孩儿？又你们气死我了！哼，我现在嘴巴肯定还没有你嘴巴大呢。就没出去，什么呀？我看看。你今天不是说出去买新衣服了吗？难道，我本来是想出去的，然后我吃了药就又睡着了，然后一整天都在屋里待着，但是这身皮肤好在它到了，对，这身皮肤是我本来前几天买了想拍抖音的，结果今天才到。谢谢。哈哈哈哈哈！小北辰，小美女，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帅的小美女。谢谢你的圣诞树 ，Merry Christmas！ 圣诞老人祝福你，哇哦！谢谢北辰的圣诞树。他一直，谁说的？噗，胡子进嘴巴里了。我这叫不，别害怕，我不是一直，这是今天的限定皮肤。我平常的话还是挺清秀小人。对，你们想干我原本的皮肤吗？坚挺的帽子，他怎么？救命！就像这种圣诞节的服饰，圣诞节、万圣节的服饰，真的一言难尽。真的，你不管买多少钱的，他都一言难尽。就，下来了，就太坚挺了。这个帽子太坚挺了，真的吗？会不会是绿色？啊，谢谢熊熊子的圣诞树，这不就来了？像鳌，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再说我像鳌拜了，你好烦人啊！我生气了，你们一会儿要是让我生气了，我就立马这样。
我好痛，我怎么会这么痛？算了算了，我知道，我发现了鳌拜的秘诀，鳌拜的秘诀是得把头发给弄上去，对吧？就是古代英雄就是有那种，他上不去，这个是怎么上去的？哦，我知道了。我好想明白，怎么样？大清臣，反正有我的汗马功劳，就是我鳌拜，我全都要。我好想鳌拜，怎么会这样？我要看看我自己。真的，我希望明天有人能来找我。对，这个皮肤太经典了，太经典了。哦，好帅啊，我好帅。不笑场就不行，我要是笑场，我要是不笑场的话，你们就截下来素材了。对，发一下微博，圈A里会。有些人借着衣服的由头暴露，我才没有呢！我的本性是什么样子，你们还不知道吗？我本性叫怂怂。哎呀，用我这个樱桃小嘴喝水，属实有点憋屈。那你想着，如果你今天想一晚上的话，说不定明天就有鳌拜抖音了呢。我的鳌拜毛下来了。好了，不鳌拜了，不鳌拜了。本来鼻子就不透气儿，这个外号简直。现在还好了，曾经的我是真的很怂怂，对，但现在好多了。人家不能秋收会已经很好的，会有。你的头像出来了吗？你的什么头？是口袋四八的头像吗？是个黄色的小熊熊。不行，不能学鳌拜说话。学鳌拜说话会憋住。那还没有出来。他是比是小狗啊，小黄啊，出来了，是个迪士尼的人物。对，我在想，人家曾经我管琳娜贝尔叫安娜贝尔的时候，被身边好多人都吐槽了一番。她叫琳娜贝尔，她不叫安娜贝尔，就，叫乖乖，不是叫饼饼。哦，饼饼跟铁铁就听起来好配啊。还没有出来，你刚刚截图的头像。哦，那还没有出来。现在还是那个饼饼。呀，让我抱只黄狗来。黄狗，养狗就是比养猫好，因为狗它一叫就能过来。黄狗，它起来了。狗狗，来，黄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小狗狗。来，小狗狗。啊，来呀来呀来呀。主人这个嗓子很疼的。
下。他好不听话呀！算了。哦，我知道了。出去玩儿，出去玩儿，狗狗，出去玩儿。他也不来，他在那边发抖。小猪来了，为了椰子鸡好好对我的嗓子，嗯，好，我好好对我嗓子。来呀，不行，我去抱一下他。是哪一个小？是小猪老师吗？啊，我先去抱个狗。哎，可是你们是怎么知道小猪老师的口袋四八账号的呀？哎呀，那些小狗狗都棒棒，看，看。才是主人的好狗狗吗？嗯，好了，鳌拜真可爱，谢谢。我现在要把我鳌拜胡子赐给小黄狗了。来来来，小黄狗，带上它，看镜头。不行不行，我像一个虐狗的。嗯，乖呀乖。让我试试啊，举头，看看我们的鳌拜小狗狗。哦，好像并没有那么慌。你为什么在这里？它全身都在发抖。今天我骂了小黄猫，然后这个小黄狗全程都那个猪寒家宝，哎。哦，是小慧来了吗？拖把，嗯，我为什么要骂他？因为我今天点了米线，然后他一爪子摁到了米线里头，就那个，这是一个碗儿，然后我在吃米线，然后小猫就，刚，塞到米线里头了，然后半碗米线我就吃不了了，我就打了他，然后打了他之后。小黄狗就特别害怕，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这要走，对。但是说实话，我是昨天还是前天呀，就知道我爸爸要来了。我爸爸一来就会把他们给带走，我就可难过了。嗯，对。我从猫狗双全到一无所有，嗯，来支持一下，谢谢，觉得在啥？绿茶，对，绿茶太不，你们再看这黄狗，它在抖，它全身都在抖，我的地板好脏啊，不给你们看了，嗯，只是带回家，又不是带回乡下，对，但是这不是。又不是见不着人了，嗯，这么害怕呀？哦，乖乖，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哎呀，好吧，好吧，不抱你了。嗯，来，走吧。他会不会太冷？嗯，还好了，现在我们屋还好，就我其实穿的还挺单薄的，也都觉得刚刚好。就是小黄狗它以前可是在外头独自经历过台风的狗狗，对，应该还好，不怕冷。谢谢弹钢琴的变心的30个荧光棒，谢谢。红茶拿铁有没有？上次给我的红茶拿铁有喝到吗？有喝到，哎，是哪一个？是星巴克的那个吗？还是那个就是燕麦牛奶那一波的？哼，刀子嘴豆腐心不是，嗯。豆腐心的小单调，哎，
你是不是一直在看我的直播？嗯，这是田园犬吗？对，田园犬。两种都有。啊，有喝。当时喝了第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劲儿，然后一看备注，好专业。口腺体正直。明天不要给他喝甜的。哎呀，我明天自己带着保温杯去。对。等到病好了，我就要去直播，我就要直播去吃椰子鸡。嗯。哎呀，我真的我只喝水嘛。我现在就跟小黄狗一样。你看。低头认错，不敢抬头。哎，你怎么就抬头了？你低头，对，这种感觉，低头认错。哎呦，我那生病也不是我自己想生啊，谁想生病呀？嗯。哎，真乖，真听话，说低头就低头。嗯。啊。薯片，我最近一般吃的都是杨国福，然后还有米线，然后剩下就很少吃别的了。对，真的。然后杨国福吃的还是那种没有辣的，特别养生的那种杨国福。山高皇帝远，妈妈管不着了。啊？啊？怎么了？怎么了？喝金银花茶。反正最近其实买了很多下火的药，然后，我是昨天还是前天去的医院，忘了，就医生也开了一些鼻炎药，然后最近是掺着一块儿吃的，还就希望快点好吧。你们能看到，我这个包快好了。那里条件不好，哦，那你们自己也背点儿。你好吓人，小狗狗！你刚才，哎，我的胡子呢？我胡子什么时候丢的呀？什么？我给小没有啊，小黄狗也没有啊。你什么？你们都记得？胡子呢？你把小黄戴脸上吧。小黄戴脸上，他戴不到脸。被你们发现了。没有，戴两个帽子，他能戴上。对。然后你说像虐狗的，小黄怎么戴脸上？哎，不行，我这样子真的像虐狗的，一直折腾他。这样吗？哦，好，乖乖，不折腾你了。我自己看着都，你自闭了。哎呦，我不自闭啊，乖乖。你们看，你们把小黄狗都整自闭了。哎呦，乖乖，没事没事。好狗，趴下。我胡子呢？哦，我找到了。对，胡子要戴上。小黄怎么这么爱撒娇？他还好了，只是我今天打了猫，然后他就可能对人类有了原始的恐惧。你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啊？他真的很乖，对，比小黄猫乖多了。我还在想着他半碗米线。
好适合 cos 就。你说的是这个吗？我也觉得我很合适，我就是48欧百耶！喜欢吗？配合上我现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嗓音，过几天就没有这个音了。你喜欢我吗，小黄狗？你喜不喜欢我？你喜欢我吗？喜欢的话你就点点头。小黄狗，我不敢动，不敢动。下次小黄猫吃猫粮的时候，你说的好有道理哦。怎么了？啊，我错过了什么？谢谢小妮妮的皇冠。那我现在就是48欧百来谢谢你。有没有什么歌可以比较适合圣诞节唱给你的呢？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谢谢我的小妮送我的皇冠，鳌拜圣诞老人在这里祝福你，我可爱的小妮妮，祝你以后打王者都会有我像我这个样子的吕布来支持你。哦，我的小妮，你就像我可爱的貂蝉一样，你是那个貂蝉，我是这个吕布，我真的好吕布哦。我永远会保护你，我的可爱发誓，谢谢你的皇冠，祝你接下来的一年依旧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漂漂亮亮，打王者，打上王者，玩游戏，玩出精彩，玩出风范，范君姑，范的不再忧愁，范的快乐，谢谢你的皇冠，哇哈哈哈，我全都要了，哈哈，救命！你会喜欢这种献礼物的方式吗？啊，嘤嘤。说实话，我们房间隔音也不是那么的好，你喜欢？我全都要。好了好了，那你是怎么从高级？哎，哦，就是一开始我很抗拒鳌拜，对，但我觉得我真的很像吕布哎。你们就是知道《王者荣耀》里头的一个皮肤吗？谢天，你一会儿，我没有，帅气，对，吕布很帅，本色出，果然圣诞节呀，青皮，真的吗？吕布是双马尾。你骗我，吕布怎么可能是双马尾啊？大聪明，别呀，你这样子让我有点害怕。貂蝉这部，你看你搂下这位，对，但最开始的貂蝉是小妮，对，头上，真的吗？饰演了三，我没有是貂蝉，对，但说实话，我这个衣服其实很貂蝉，它其实是一个女装。哦哦哦！天哪，我秃了！
我不行，我吐了，我要戴上圣诞帽。你的耳麦，但是现在你的头像还没出来。不，我刚才没有帽子了。给你们看，其实我这身是一个女装。那圣诞树先到这边来。它其实是一个裙子，就有这种三道弯，它就。我穿这块，但它其实是一个裙子。嗯，对。就是蛋蛋没办法，我太帅了，我把它穿帅了。对。就是。让我坐一下。对。睡袍，不是睡袍，是裙子。我们看出来吧，所以说我买了两套，因为这套是女款，所以说它不带胡子，所以说我就又买了一套。刚刚。对吧？看不出来吧？好了。厨子他胡子翻上去。不行，我自从鼻炎，我鼻翼变大了，好痛。很像厨子吗？没有吧。也依旧很帅气。对。依旧很帅气。有理。好了。多俊的，明天穿小裙子，当然是帅哥了。因为听说场馆很冷，然后就所以说还是比较想穿裤子，因为还是害怕自己现在抵抗能力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强壮，所以说还是想能穿厚点就穿厚点。热死了，真的吗？哦，我还听说我们场馆挺冷的。什么呀，我是圣诞老人。对，我是圣诞老人。我猜不是那个什么呢，厨子。对，谁要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的晚上当一个厨子啊。楼上好像挺冷，多穿点儿，拜托这几天。对，我还是想当帅气的圣诞老人。变成小朋友那种。我不管，我就喜欢那个什么。你刚刚在里。你刚刚。什么？我不信，你都11:49了，刚刚还在里面面红耳赤，谁能拒绝晚上？你坏的！我们把水喝完。你坏蛋！特别厚，就是外厚内薄，对不对？今天生的更帅气，对吧？对吧？像我这种圣诞老人不可多得。我就说，反正明天我应该就是这一身穿到场馆那边去。
对。这个嘴巴他真的做的有问题。对，他还得嘟起嘴巴才能嘟。嗯。哼。因为拔牙的医生也生病了。就所以说我也没有拔成牙。嗯。就是对，说到拔牙的事儿就也问了，就是那天我是哪天呀、啊、好像是昨天吧，昨天就是大家不是提醒我了吗，我明年本命年，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了那边，然后说大夫他好像生了很严重的病，就最近都不在，然后他们那个医院吧，是叫医院还是叫做牙科诊所，就反正固牙的地方，他们是只有那一个拔牙医生，就说可能过年前他都不会再回来了，就这个不是换了医院的事儿，因为我的牙齿其实很健康，但是我想固牙，然后现在我的牙齿等于是这边好像有7颗，然后这边有8颗，所以说这边上下2颗牙得拔掉，因为就我的牙是歪的，我的牙往这边歪，对，我的牙往这边歪，所以说得拔掉这边的牙，然后整个往旁边箍，对，所以说，嗯。我是因为想整牙，所以说才会选择的拔牙。嗯，也不是说很健康的，就没毛病。嗯，而且就那个整牙医院，其实是找了好多家才决定在那里整的，因为听说那家整牙医院他不会把脸给整凹。就会把你整漂漂，不会整的不好看。因为毕竟以脸为生嘛。你还以为你问一，我问这个干什么呀？以后会，对，以后我牙就不歪了。但不知道啥时候能整上。翻牌偷偷安利你。那个叫啥？还是上，是那个叫什么3个字的医美镜，不是，玉美镜，哎，是叫玉美镜吗？不对，不是叫玉美镜，是叫天使镜。那个叫什么呀、啊？就透明牙套，哦，隐适美，对，隐适美。那玉美镜是什么？我为什么叫这么顺口？对，是隐适美。嗯嗯，玉美镜是面霜。然后，不好意思，就对，就隐适美。嗯，你去牙房所看牙，说要。为什么整牙要开刀？其实我原来整过一次是钢牙嘛，然后就也拔了4颗牙，拔了4颗还是2颗，反正就是最多是拔牙，就也不会开刀之类的，那不会吧？是你们？哎呦，那不是记错了吗？就都有个美，正个啊，你多端正啊，你为什么还要正恶呀？嗯，那当然了，这个我知道，因为听说玉美镜和那个和钢牙之后的保持期，隐适美和钢牙之后的保持期其实都差不多。啊！我不信你那么漂亮的小姑娘，
反正就先推荐给你，好，但是现在也比以前专业了好，也比以前专业了好多。就像我曾经，就是大夫给你看看，然后就给你上钢丝儿了。但是这一次我去了医院，他们会先拿个东西扫描你的嘴巴，然后扫描一圈儿，你对面有一个电视屏幕，它就会出现你牙齿的形状，就一整圈都出现出来。就好高级啊，像我们曾经还得咬大胶什么，对吧？就很方便就拍完了，就很方便，很方便。俺姐姐给俺的，俺姐姐说，就是剧组那些专业的化妆师都是拿这个，就拍好了。嗯，小蚯蚓们，嗯，真的吗？那看来还没有发弹幕，嗯，谢谢铁铁的糖果圣诞帽。整牙的好处就是你的下颚线，真的呀。但是说实话，我曾经整牙，就特别喜欢这样。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牙套嘴是什么，但是当时就特别喜欢作，就一直这么作着。所以说，现在看自己以前的自拍，好丑啊！救命！有被自己丑到。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天天这么坐着嘛，然后这两边就特别寡，太丑了！我看我以前的自拍，救救我，妈妈，救救我！就丑到喊救命。谢谢铁铁的圣诞卡，来吧，我的，哎，我胡子呢？来，谢谢铁铁的圣诞卡，Merry Christmas！订购券儿，订购券儿，谢谢铁铁你送的礼物，我现在就收到了。嘿，谢谢，谢谢你的圣诞卡，我发现了，就不说话好像嗓子呢。嗯，我要看铁铁的头像，好狰狞。怎么会这么狰狞？救命！这个头像太狰狞了，他是我吗？太狰狞了！你让我把它点走。谢谢铁铁，你的头像很可爱。让我把帽子竖起来，来表示我看到头像后的心情。真的没有没有，好看的好看的，就不如我以前这个样子丑。我怎么觉得我说着说着话鼻翼就变大了？让我画一个嘴巴。你截不了图了，哼，可爱。哼，可爱，你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看，铁铁上一个头像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黄狗，下一秒就变成大鳌拜。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是要让嘴唇变厚，这样子就显脸小。这个巨大粉扑就，慢慢慢，烦人烦人！我这辈子绝对不会点开这场直播的回放，哼，能让你们嘲笑成这样，嗯，头像带粉金，啊，确实，那好吧，我骄傲。
圣诞节过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还可以见面。好的，好的，你是不是掐点儿来看看我？第二天快，哦，还有圣诞第二天，圣诞第二天快乐。哦，这样子，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外国人很亏，因为你看，我们春节放7天假，他们圣诞节就只能放3天假。小蚯蚓。这是谁呀、哦，是可爱的小蚯蚓。谢谢你送的圣诞树，订购券，小蚯蚓你来了，你带着你的圣诞树，祝福收到了，嘿。谢谢你，今天我是一个鳌拜姑，嗷、哦！谢谢你的礼物，我祝你圣诞节快乐，嘿！谢谢，不要想了，人家放，哦，外国人放半个药，哦，我以为外国人放3天就没了。我之前是听谁说的，他们圣诞节放3天？大聪明，大聪明，死亡啊，死亡！来到这直播间，谁都不想要高了。都要快乐起来，Everybody，所有的快乐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和所有的快乐接着说嗨，烦恼烦恼他拜拜，哎呀，我们就和快乐说嗨嗨，对。你放了群之后，对呀，对呀，而且，小尼他不在这里睡，不在这里出现，他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呀。没有 bug，没有，我也会不敢出来，没事。哎呦，让我看看。不过也该睡了，明天得好好的准备好，不能让自己肿。要精神点儿，健大强。对。鼻翼有变小吗？没有，我明天就有。鼻子怎么那么大？我觉得难过，我觉得难过。你喜欢圣诞吗？谢谢你的圣诞帽，什么样子？我，阿姨，我难过了。等我一下，我真的。自从生病了之后，每次看照镜子，我都可难过了，就看到自己鼻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对，因为他呼不了吸，有变小吗？算了，我不管他了，好烦他，哎呦，审核要好一段时间哦，这样子，人工审核真的吗？现在头像都要审核。就这样，等好了就不住。希望他快点好吧。鼻子不能工作，每天摸鱼。哦，你还是学生，怎么就每天都聊工作呢？
明天7点的车好像是下午的车。对。我说呢，就好早之前你就那为什么？明天应该是下午2、3点吧。因为好像听说今天是晚了吗？还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说明天会稍微提早一些。哎呦，没有，你什么都没有错过。就是在聊我的鼻子，它变大了。就大鼻子就很油腻。肯定得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要不然我就又没劲儿了。从，哦，这还是分好几层的吗？这样子就会显鼻翼小一点。我现在好在意我的鼻子头，就反正说。就是明天应该会提早一点到，截个图，你长得很没有，真的吗？你看一看你的头像，你在说我有没有攻击力？你看看我那个狰狞的头像，我还没有攻击力，嘴唇终究是 没有了，是因为鼻子它太耀眼了，对，它盖过了嘴唇儿，反正看看嘛，因为也没去过，去过吗？我不知道，但应该没去过，因为鳌拜它会盖住鼻子，你看它一盖住鼻子，它也可以不盖住鼻子，救命！明天。好呀，反正明天见。不会，他会把你的鼻子夹肿，因为我原来用过。2楼，不是叫2楼吗？2楼，2楼，哎，都还挺顺口的，都还挺顺口的。那你们叫3楼是怎么叫？啥楼？用河南话也不念啥喽，有俩啥死？对，我们河南话说一是要，有俩啥，四我就不会说了，四五六七八九十。中，谢谢，好吧，我不会用河南话说谢谢，但是收到，真带劲儿，有你真带劲儿，有那味儿了，对吧？毕竟土生土长河南人嘛，对，在河南至少待了有10年吧，帮忙带个大点儿的环保袋儿，我说实话，我好期待明天要收到营养服的话，我就换皮肤，我就换皮肤，我就换成我们应援会的皮肤。带的打样板，哦，打样板，哦，反正我就换皮肤，合完影我就换成应援会的皮肤，不是应援服的皮肤，但是这个皮肤不会变，我明天我会24小时戴着它，对，我会24小时戴着这个胡子，明天我就是圣诞老人本老。手动安装一下是什么呀？哎，有点期待明天了。贴 贴，哎，贴贴，拍拍贴贴，拍拍贴贴，
加绒了可能会热死我。那我下班了穿，我下班了我穿硬棉皮肤。对，哦对，是今天。谁说的？我可以里面戴口罩，然后外面的放胡子。哼哼哼。别想撼动我的胡子，这个胡子可是我明天的经典外貌之一。嗯，情圣的，知道啦知道啦。那我把应援皮肤穿里面，戴好，衣服穿暖，放心。哦，我敲我手。好，知道了知道了。那反正今天见了。嗯，我看看现在是一，那我播到15的时候就下了吧，然后好好休息，我们明天见。明天见完了之后应该就要拍跨年了。嗯，不是跨年，是元旦。嗯，还有4分钟呢，你就晚安。你看看下头的铁铁仔仔，谢谢铁铁，我还不走，我再待4分钟再走。我觉得我现在声音变明亮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刚才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我声音要说不上话了。对，谢谢不想和你分期的。一个圣诞帽，嗯，对吧？我现在声音变明亮好多，画面好美。现在吗？你上次就是这样。对，就是上次直接跟我说拜拜，哼。好像是开。借酒病成瘾，那我现在生的这个病我还不能成瘾，要是身上有小磕小碰的话，我还只能当半个医生吧。嗯，但是鼻炎其实我好久没有得了。嗯，就是一直有鼻炎，我会堵着鼻子不通气儿，但是哎，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得鼻炎，是2014年的冬天，一个少女，她的名字叫严明君，她怀揣着梦想来到了上海，然后呢，她就水土不服了，然后感冒发烧了一周，再然后她妈妈就带着这个少女去了医院，就被说是鼻炎，然后到了现在。你的每日三省腿好了。嗯，后妈别走啊，后妈你走什么走呀？嗯，那个哎，我说你话是对呀，你哪是后妈呀，你是亲妈。自从买了加湿器。真的吗？2014年你才8岁。2014年我也很小了，2014年我15岁。嗯，那你是啥粉？你猜你是什么粉？你是担心粉。后妈协会不接受他。不是，你真的，一般自称后妈的人基本上都是亲妈。对。真正的后妈是什么样子的嘞？嗯，我还没有过后妈。说实话，我真的没有过后妈。大聪明，给我告个状，给我告个状，说你们担心我。苦口婆心，对。小单调是操心妈妈。我不大嘴巴了，不大嘴巴。
你马上要吐，不，你想救人要记得初心。你还记得你刚见到我时候的样子吗？因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但是我记得。对，就不行啊，怎么就要保持初心才好。谢谢铁铁的圣诞礼包。到15分了，小单调纸巾准备好了吗？好了，反正在不是亲妈后妈，但是在我眼里你们好像我说过好多次，话说多了好像就没有那么珍贵了，但是在我眼里你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存在。就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到大没有朋友很少很少的人，所以说身边真的只是家人。就所以说可能有说出来有点不太好，但是在我的观念里头，其实除了家人之外，很少有人像你们对我这么好，一般的对我好。就所以说，当我发现了你们在我的世界观和在我的意识里头，是真的觉得很神奇。而且并且你们既然都把我当家人一样，我也想把你们当家人。就所以说所以说小妮的头像还没有换呢。哎呀，我没有感性了，就是实打实的说。所以说在你们说自己是后妈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你们这叫后妈？你们这后妈的话，那充其量是家有儿女的那个叫什么红梅，哎，不是，红梅是我妈妈的名字啊，那个小梅，对，哦，刘梅。你们最多是那样子的后妈，你们还能怎么后？哼，真的是。那次已经，哎呦，好了，刘梅，对，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也得赶快去休息了，现在睡眠时间一定得够。好了，那大家就到这儿了，拜拜。严明君走了，但是严明君明天还会再见。虽然已经过点了，但是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姐妹们圣诞节快乐。你们今天都挽留我了，那我要不然再上个钟。没有了。跟你们说拜拜了，拜拜，我的小可爱们，鳌拜就在这里跟你们说晚安了，拜拜，么么啾，来亲一口，哇，哈哈哈，拜拜了，Uncle Lu，真的吗？好了，因为明天还有工作，行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拜拜了，拜拜，关喽，拜拜。铁铁，明天 Uncle Lu 好不好？铁铁，晚安了，拜拜。明天不管是能来我这里还是不能来我这里的，今天晚上反正在这里见过面的都是我的小宝贝。对，我的小宝贝们。晚安了，拜拜。抱抱抱抱抱抱，晚安。关喽。